是急流泛舟的作者吴承熙。这幅画是用水彩和色铅笔，我的灵感来自于户外教学和同学玩的急流泛舟，有趣又刺激。我用白色的水彩来画湍急的水流和瀑布，画上的每个人表情都不太相同，有的人是开心的，有的人是害怕的。白色的线表示冰冷的水流进船内，风一吹都让人冷到发抖，水泡让我印象深刻。上方会有人投钱把水泡射到瓶水上，从水花四溅，就算你穿着雨衣也会全身湿哒哒，所以我把这个情景也画了上去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画，谢谢大家。